洗完了啊，不是，这小心点，地太滑了，小史能在这摔倒，那太野了。你咋这么磨叽？今儿你洗不洗？啥？我不，哎呀，你俩谁呀？就这么头发不收拾，咋洗澡啊？我俩年轻气盛嘛，谁掉头发呀？谁掉？谁虚？看，我可不掉啊！哎，看，就你掉头发，还说别人虚。你这，哎呀，我年纪轻轻就脱发，到中年不得地中海呀？哎呀，洗完了，哎，我这，你慢点，我扶你。给大家建议，没事跟朋友玩游戏啊，挺好。咱今天玩狼人杀啊，准备天黑请闭。哎，天亮了。啊，怎么没人死啊？哎，因为我是女巫，我们今晚上用了解药。哇，你呢？我有人王盾，黑色的沙对我不管用。那你怎么回事？我也死不了，我有复活甲。那怎么三个谁是狼人啊？我转变身份了，我是平民，我好人。哎，那你我也不是啊，我是忠臣。那你呢？就剩你了。你们找谁？我能证明。喂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还是算了吧，你是个好人。破马桶刷真难用，烦死了。哎呦我操，你有病啊，擦马桶你就好好擦马桶，整这死动静干啥？就是，你再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干不了，你还能干点啥？服了，我来吧。哎，这谁扔的快递啊？哎，还有响。我们来看看里面是啥。这谁那么缺德呀，往里面装狗屎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扔了，不能让别人再被坑了。是这快递你捡的？啥叫我捡的呀，明明是买给你的礼物，平时咱俩关系最好，买礼物送给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跟我还客气啥。哎呀，还有响，我看看里面是啥。哎呀，我操，你怎么坏呢，往里装狗屎，哪有你这样人就知道坑身边朋友。我给你都扔了，不能让你坑别人。你俩能送我礼物？什么什么话，咱仨这关系送你礼物怎么了？就是这个礼物你肯定没见过，我俩看到这个第一时间就想到你。你俩有啥好都想着我，跟我不用这么客气。我看看是啥。来，咱玩盲选挑战啊，看背影猜哪个是美女。哎，我选二号，我选二号，我先选的。我有啊，单身二十年的经验，这二号一定是个美女。你看这背影，还穿黑丝，我爱了。哎，那我选一号，虽然没抢上二号，但是我感觉一号也比三号强。三号这啥呀，头发跟炸了毛一样，一号最起码背影看起来还不错，我分析的绝对没问题。哎呀，那我只能选三号了。三号不行，快先看看我的一号。哎，美女。哇，这秀发肯定错不了。你别笑我，我就不信你那三号头发跟炸了毛狮子一样，能比我好到哪儿去？看三号。哇，心动吗？你这人都这么好看了，我的亚洲二号绝对一飞冲天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哇，这好好看呀，你俩就陷过去吧。好啊。快，我刚才在楼下捡了10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你看。哇，可以，这太幸运了，2023年开门红啊。哎，等会儿，里面夹的是什么？我出去旅游就只能去这住。你砍了
还挺大呀。不是，这有啥，主要在这里住太方便了。不是笑啥呀，我上厕所洗澡洗漱都能在这里干呀。你不怕邻居半夜来找你？不，谁都不认识谁，找我干啥？你俩呀就是出去玩的次数太少，下次我领你俩去多住住就好了。我可不信我干啥害怕。我知道了，咱俩之间肯定有一处卧底，来这儿住应该有种回家的感觉，怎么能害怕呢？我目的呀，我有目的。我看你这啥，屁股。大意了。考试时的我，开始考试啊！呀，我帮你捡。哦，谢谢啊。在我眼里，啊，发卷子了啊！你抄我呀？我做完了。不要100分，不要100，不要100。在老师眼里，哎，我笔掉了，哪呢？哪儿呢？刚才那题选 C， 不对，你那题不对，你看我手机上说了。给大家建议啊，你做人呢一定要有才艺。不是大牛，你整那么多纸团干啥呀？不是我才艺，我这是扔纸团百发百中。哎，行啊，你这么近这么多，你进不了一个。我要扔这个，我肯定进。我也有绝活，我扔瓜子100中，扔我试试。行啊，就你俩这人还敢出来秀，不好好学习，没用的东西。俊宁，你这是，哎，可以呀、啊。要。给大家建议，没事跟朋友玩游戏啊，挺好。咱今天玩狼人杀啊，准备天黑请闭。哎，天亮了。那怎么没人死啊？哎，因为我是女巫，我昨天晚上用了解药。哇，你呢？我有人王盾，黑色的沙对我不管用。那、你怎么回事？我也死不了，我有复活甲。那怎么谁是狼人啊？我表明身份了，我是平民，我好人。哎、那你我也不是啊，我是忠臣。那你呢？就剩你了。你是狗肉，我能证明。喂，我喜欢你，在一起吧。我们还是算了吧，你是个好人。上课偷吃零食时的我，咱们讲一下这个勾股定理啊。那什么是勾股定理呢？哎，一起来说一下。我什么？我给我出来站。在我眼中，这节课啊，咱讲一下第三章。你家是什么菜啊？你有没有奥特曼？老师，哎呀，又咋的了？我牙上有个菜，算不算我偷吃东西？你快跑！你起来！你跑！你走！走！在老师眼中，上课坐在第一排时的我，今天啊，讲这个第四页。同学，你笔掉，谢谢啊。来，同学，你笔掉，谢谢啊。哎，同学，你笔掉，你俩给我去站起。在老师眼里，哎，我笔呢？我笔呢？还笔还来这儿呢？我笔了，你是不是拿我笔了？我拿了，我笔了，是你，就是你。在我眼里，我笔了，我笔呢？我刚才笔还在这儿。我笔呢？你是拿我笔了？别让我爬了。给大家个建议，这玩狼人杀一定要有技巧。来，天黑请闭眼。哎，牌怎么没了？啊，摊牌了。我是狼人，昨天行动了。啊，那你这样我也摊牌了。我是女巫，我昨天用毒药了。不应该呀，那应该还活着。对呀、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我用了杀。哎，这哎，天然怎么没了？哎，子都活了。我都说了是女巫，我昨天晚上用解药救了自己。那你，我昨天用了桃回了口血。那你是狼人，你怎么活了？啊，我及时拨打了120。给大家建议，这个朋友玩谁是卧底啊，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。啊，我这个东西吧，属于日常用品，我每天都需要的。我上厕所需要，吃饭的时候也需要啊。你俩经常用？那肯定啊。这不会没有人不用吧？啊，说出来怪不好意思，但你俩都这么说了，我也坦白了，我也经常用，但主要是因为好奇，还有就是吸水性好。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这不是女生经常用吗？男生用的少。女生经常用哦。你的是洗脸巾吗？你们的是卫生纸啊。我看是我的，就是洗脸巾。被你俩猜对了。我不信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是卧底，一定得玩清楚啊。我这个东西吧，它是甜的，口感很绵密，但是吃多了会腻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起来很甜蜜，幸福的感觉。
你俩都吃过？对啊，反正我过生日的时候肯定吃。哈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，我就没有你那么隆重，过生日才吃。谁说的？我平常也吃啊。我第一次吃也是凑巧，我坐在树底下一抬头掉我嘴里了，感觉味道还可以，后来就偷偷吃。掉在你嘴里的？哦，你那是天上掉馅儿饼吗？那你们那是笨奶油啊？我看看。哎，我的就是天上掉馅儿饼，太聪明了。我不信。给大家建议，这个朋友是我的，一定要仔细描述啊。我这个吧是喝的，黄色的，有甜的，有酸的。我很喜欢喝，我喜欢喝甜的。这个东西小孩子们比较喜欢喝。这你俩都喝，这不小孩才有吗？日常很常见。对呀、说的有道理。我小时候没事就偷偷喝，那会儿也是因为好奇，现在不怎么喝了，味道呀不如以前了。不如以前了？哦，你的是小时候喝的汽水吗？那你们的是麦橙汁啊。我看见，我的就是小时候喝的汽水，橘子味的吗？我跟你，给大家建议，这个朋友是卧底，一定要说实话。你先来吧。哦，我这个东西啊，有硬的，有软的，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实话？对呀、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吧，很难下咽，但是越来越喜欢，细品后回味无穷啊！我去，没想到你俩这么重口味、好吧，那我也说实话，我也吃过，但就一次，我就觉得很咸。咸？哦，你的是臭豆腐吧？肯定是螺蛳粉。不是，那你俩的是榴莲啊？给大家建议，这个朋友是卧底，一定要诚实。我这个东西吧，它很日常，有时候带，有时候不带。我第一次带的时候觉得有点闷，但是习惯就好，主要是有保护功能，我出门就带。你俩还有这爱好呢？其实我也经常带，但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说，害羞。这很日常啊，大家都带啊。这有啥害羞的？你不是女生经常带吗？我第一次带的时候也是因为女生经常戴。哦，你的是美瞳吧？那你们的是不戴口罩啊？你绝对是美瞳，我绝对猜对了。哎，我猜错了。你猜错了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是卧底，一定不能骗人。我这个地方开市场了，我每天都得去，不去不行。我也是，主要不去这里吧，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。去了主要是为了放空自己，很舒服。你每天都去？对啊。你也是？对呀。其实我也去，但是我每次偷偷都是趁没人的时候去。虽然很刺激，但是身为一个男生也不能总去，我得批评你俩。男生不能去？你的词是厨房嘛？你不会做饭，所以你不经常去厨房。那你们的是男厕所呀？我看你。我的就是厨房，被你猜对了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, find the love is the best place.